我们现在这个长洲区由原来的1.6公里已经退化到现在的8百米，然后面积的话呢，就由11.2公顷缩小到现在的4.2公顷。如果这样不保护起来吧的话，3-5年以后你就逐渐逐渐的都没有了，这个。 壮观啊！我很惊叹，这么漂亮的一个迁徙地。现在我们提出的理念的话呢，就是抢救性的修复，保护好这个海岛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保护好我们的候鸟。